并筹投入，然后从食物面来讲，我们应该是发起这个救地球，就是能够吃素。吃素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，然后不跟众生结恶缘。此法禅寺响应慈济斋戒推素，30位禅寺的志工和慈济人一起制作200个素便当。凡事起头难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一就有二嘛。上人不是常讲吗？一回生，两回熟，三回就变高手。这个响应够寺庙反应都很好，我们会继续的配合。讲究五色五行的蔬食滋味，逐一送到社区李明家中。大家来推，算讲来推广这个食素，安尼试看卖咧。大家都说吃素比较好啊，对身体也比较好啊。吃多那个油腻的那个肉食，对身体也是不好，负担很重。好，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多吃素食。一从那个大观经社，以及德林寺，以及慧入讲堂，一我们这样子都有去协助他们来做响应如素，而且做得非常的顺心。顺应因缘，书行的念头不止留存心中，更要推出去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黄金英、邱一鸣、沈素宝台北报道。